弟们，我碰到了，终于碰到这个忍者了。这个新忍者叫步风，霸体步风。他怎么不带千叉呢？现在不是非常流行步风一套把人给把人给亲走吗？往回走，来吐你一口火。哇，我的互相拼，还好我的伤害高。我就说拼伤害你应该拼不过白爷吧。往回走。哎，这个忍者我没买啊，这是大嘴挂子，怎么把通灵还交了呢？我看了一下，刷到了那个套路，就是一个千叉，一个就是标准的那个沙叉组合嘛，一个鲨鱼，一个千叉，一套就把人就把人给带走了，非常的野蛮，搞得我对这个忍者都有点心动了。但是我又要攒那个账目券等我的达鲁伊，达鲁伊设计的那个技能，这一次大家还是那个口号吧，宁次永远的神，我还是侧重点放在了那个达鲁伊身上，这个步风我就有点想放弃了。实在拿不下来呀，金币对于这种平民氪党氪金党有点难，扫起来，来蓝猫压草，去你的，再见。夫妻双双把家还，单跟初代同时没有拿。钢手打出来我觉得还是非常好打的，习惯性抓他的后摇就行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触犯他的天条，想办法不触犯他的天条。顶，他是没技能了，我触犯天条，但是你没技能，你这个自发者没有拿你的那个三节两刃刀，你劈不了我。兄弟你就剩一下，不对，六秒，我去，他不会要下我一半的血吧，大哥替身啊，想走。好了，上菜了，上菜了，最后一位赖皮蛇，抓开局七龙珠，哇，呵呵，大蛇丸，这，你，呵呵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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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，不要慌，出口，嗯，哦，呵呵，跟在我后面干啥？你不知道我有爆摔的吗？哎，什么操作？马上等技能，现在手里面啥都没有，一记冲豪拳，你给我起来，你来抱摔拖他的那个替身，有了，我去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小问题，顶起来秒替，哎，最后一只通灵，这不就用上了吗？好的，很完美的收场。怎么样兄弟们，那个步风忍者你们入手了吗？再见。